皇上，心儿名节事大，一旦此事传扬出去，人多口杂，心儿还如何活着？秋雨斗胆，请皇上为心儿做主。秋雨，秋雨说的对，心儿名节受损，要朕如何向慕容将军交代？ 这样吧，你俩择日完婚，可有异议啊？默儿，领旨。心儿遵旨。 林墨哥哥，我好开心啊！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，这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。杏儿，今天的事是不是你设计的？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？我说了我没有。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？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为了跟我成亲用了如此深的手段。本以为飞鹰堡一事已经给你教训。 但你还假借着秋雨的名义约我，在父皇面前逼婚。你就这么想我的？我不得不这么想。那你就没有怀疑慕容秋雨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今天……不可能是他，此事对他毫无益处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那我呢？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好，既然你这么不想娶我，我就去皇上那里抗旨不嫁。 你我以后就不要再来往了，心儿。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夫妻，我没有怪你，但是你记住，以后不能对我有半点隐瞒，好吗？ 不知我娶了她，秋雨还能否对我死心塌地？这是第几次了？慕容秋雨，你如何给本王交代？王爷，这是何意？今日的慕容心儿向你视若敬察，明显就是带有目的的。 你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跑到别人的房间里面去，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情，你如何给本王交代？王爷放心，我时刻记得王爷的提醒，即便出了事，皇上问责，我也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慕容秋雨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？ 本王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在外面遇到什么危险，本王照顾不周怎么办？我不会遇到危险，而且也不需要王爷照顾。是这样吗？那以后都不要我照顾了？还是说，你有事的时候就找本王，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把本王扔在一旁，只顾达成自己的目的？ 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无所谓了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，秋雨，我们现在是夫妻，我希望你以后。 要相信本王，秋雨，我特地来找你。 我们谈谈可好？没什么好谈的。
你不是一直喜欢杏儿妹妹吗？如今梦想成真了，秋雨在此恭喜二王爷了。秋雨，你可是在吃醋？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让你误会我喜欢杏儿。事实上，我对她从未有过非分之想。黎墨哥哥，杏儿很好啊，貌美如花，与你很配。反观秋雨，一无是处，而且已经嫁为人妻了。秋雨，你可以恨我、怨我，但我不允许你这样诋毁你自己。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好、最完美的女人。你放心，虽然这次我不得不奉命娶心儿，但婚后我绝对不会碰她。我黎墨的皇妃，只能你来做。最旧，熙然。